30 minutes to comply with their demands. If they fail to do so, the hostages will be killed one by one. Time to take action. Every minute counts. 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Caliber Main 部队》的游戏推荐。本作是一款军警题材团队合作的第三人称战术射击游戏。其实，在19年的时候就有看到游戏的新闻，最早是由做《坦克世界》的 Wargaming 进行开发。最近有点游戏荒，加上刚好也是出了中文，就萌萌玩了21小时。那么接下来看看游戏的表现到底如何吧。首先，英伦脸颜呢是非常清爽的 UI， 内容信息还是非常清楚的。游戏由 PVP、PVE 和 PVPVE 三个模式组成，在进入战斗前需要选择自己想要游玩的兵种。游戏提供了来自各个国家部队的干员进行选择，比如海豹突击队、SAS、阿尔法，还有来自我们中国的蛟龙突击队，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武器、技能和天赋树。本作独特的地方是除了本身的技能外，还有类似被动技能的个人技能。个人技能是可以被任何干员安装到四个不同的槽位上的，这给游戏提供了不少配装的丰富度，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是干度。接下来说说总体的游戏表现性如何。首先，游戏的机动性偏低，这不仅体现在角色的移动速度上，人物除了走路、跑步、蹲下以外，并没有别的战术姿态。同时，游戏中对体力条的限制也给得格外克制，除了跑步会消耗以外，使用技能也会用到体力，这就考验玩家对体力的管控和技能的使用时机。与机动性相适配的是信息获取的难度，游戏中并没有小地图，敌人的信息也只能通过队友的探测技能来获取，玩家需要在对局中时刻保持警惕，注意其他方向，不然就会一人落后全队升天。游戏中换弹是直接把整个弹匣给换掉，这就限制了玩家的输出，避免无脑开火，火力压制需要使用身上的弹药包和地图中的资源点来进行补充。游戏中有三种不同的掩体类型，并且躲在掩体后并不是无敌的，角色的模型 Hitbox 还是能被打到，加上干员并没有翻滚、趴下等动作，移动位移和掩体的选择都决定了每场战斗的胜负。看得出，这一套机制结合下来，游戏是鼓励玩家利用掩体走位，并不是希望站个掩体就可以一直蹲坑。干员的设计也在为这一块去服务。游戏中的毒气、麻痹等异常状态的伤害很高，站着掩体不动，忽视投射物和各种技能，很容易暴毙。角色各自拥有单独的数值、护甲、机动性。高移速的干员可以更快的破点抢占位置或者转场，而重甲干员则可以利用自己高护甲量的容错率去干风险更大的事情。玩家可以在低级的时候打 PVE， 熟悉干员机制，获取经验，熟练掌握了干员技巧后，就可以加入更具竞技性的 PVP 对局中，亦或是游玩独特的 PVPVE 模式，体验到与人战斗乐趣的同时，也有 AI 可供击杀，来获得挫败感更少的游戏体验。技能树的升级和选择需要经验值和点数。游戏内有每周每日任务奖励，而获取的大头基本也来自于这里。每日任务的前三个还是很简单的，类似彩虹六号围攻的甘地版和黄金版年票。游戏也有卡利巴加和干员合击可以进行购买。再聊聊游戏的不足，作为一款开发立项许久的游戏，画面干净整洁，辨识度很高，但整体的画面表现力、动作等工业技术力相比今天的游戏还是有较大差距。角色动画略显僵硬，左右跑动并没有关心，特别是在第三人称下需要花费精力去确认是否完成换弹，在激烈的交战环境中还是很容易影响体验的，如果做个 HUD 提示就更好了。再就是掩体并没有吸附效果，游戏中需要自己利用蹲下键来控制干员的蹲起和开枪，属实有点僵硬。 PVP 的地图里设置了各种特殊资源点，但作用却不大，并没有做到吸引玩家交战的动力，加上地图中心很近，基本上每走几步路就已经在对射，也很难说靠后期获取特殊资源来翻盘，交战地图的热点感知并不明显，特别是在对决模式下，整个游戏结构打起来有点无厘头。官方近期对游戏 3D 瞄具、UI、模式机制等底层设计的改动，还是能体现出团队对作品质量的追求和长期服务运营的信心。本作于 Steam 免费游玩，官方在 B 站也开设了账号，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